新政治，这个新政治要求的是透明，要求的是清廉，要求的是人民的参与跟包容。那么更重要的是，政府的治理必须要权责分明，而国家，尤其是国家的领导人，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巩固国家的主权。这些都是人民对于新政治的期待跟要求。我们希望在这个新政治里面，我们共同一起来行作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新的政策，同时也来检视我们既有政策的不足跟调整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共同完成的。那么我也希望有机会带领这个国家，我们一起让这个国家有一个新的政治，有一个新的体制，有一个新的开始。